咕咕咕。妈，这鸡长得真肥嫩，用了这烧鸡肯定很好吃。我这次是没到过来吃的。开门！开门！谁呀？看你的老母鸡把我的菜都吃光了，赶快赔钱！你一点都不听话。不就一件衣服吗？你上得物 APP 买上新的就可以了。上面有很多大牌的潮衣潮鞋，配色全排保真。这件李宁羽绒服比市场价便宜300多，这双耐克运动鞋只要100多。新年还能领520元的优惠券，最近优惠活动特别多，点击我视频左下角就能下载了。好，我这就去买件新的，顺便买双鞋。